最甜的一场戏。哇哦，我觉得最甜的一场戏是两个人坐在摩天轮，我接受了这一切，可能还没有完全走出来。嗯，我觉得那一幕很让我有安全感，我释然了很多心里面一直积压的这种让我崩溃的事情，我勇敢地去接受它。我觉得有种大难不死然后舒一口长气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坐在那里跟你喜欢的人，并且你喜欢的人开口说让你很安心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那个更浪漫的。